Kind of kaplia. Ini 8 kilo, ini juga enak. Oh, boleh lah, ya.感激类水果的生长过程，甲人同款，难免会有一挂病害。人若破病，就爱食药啊。水果就爱靠喷农药来防治。开春了后，柑橘类的籽后是要洗虫啦。上重要就是这骨爱怎个淡，籽后就是要怎即摆这喷吼，一年冬一年冬干呐洗一摆虫尔吼。洗虫主要药啊类有这个青地油啊、甲杀虫的，啊甲下油。混合下油甲杀虫啊，是要怎过冬的角角虫？青地油啊，是要怎骨的迄条青地？这青地因为无形中会吸收这个皮营养分，开春这个爱洗虫洗洗，会开花，虫才会清气上。一年冬天的油啊量才会好转，啊无咱这亚热带的气候，这果子啊足够着虫害，各方面的毛病足侪，所以洗虫是做一项足重要的工课。过一采收了后，种起种好的时阵。开春这个，然后二月初这个，就爱这一摆虫，彻彻底底把虫清净个清气，去清除，落了后开花才会正常，虫才会清气上。明年个管理才会好管理，好管理才会高生，才会好收成。若爱果树生了好，环境整理阁爱用心。喷草会使让环境变清气，喷落来草嘛是一项上天然的肥料。咱这个喷草上重要就是，咱这个山区吼，一律袂使用除草剂啊，用除草剂全甲地规个土排了了去，规个土壤雨水冲落流失哩。咱这喷草上重要，就是咱草生栽培，也做有机的一种。咱若草老的长、老的色来喷，伊有纤维，有这天然的有机质，这是任何肥料无法度取代的物件。所以讲，咱草尽量是爱用咱这个喷草器来喷。阮山区一律较无人咧用除草剂，用除草剂，全到地上五六月的时阵，逐间斗拢落西北雨，迄西北雨咧落，一个手袂干水。啊，你若有草咧顶悬覆盖咧吼。雨水落也袂直接呛咧，还佫会用做肥料，所以讲，阮这拢唔捌换除草剂的虫，规个拢无啥物病害也是安怎？你若换除草剂一轮吼，过只啊种两年啊就败去啊，而且柑橘类也是旧年生的物件，像这个虫已经拢一二十年啊，你发达三乌浸浸，这就是平常时拢唔捌换除草剂，所以换除草剂有足济足济歹处，干那为了好处干那生根尔，啊生根你但是一寡土虫害了了，这是长期性的作物。所以用喷的，就是足侪足侪好处，就这肥料会用减量，土壤袂流失。但是这杂草若甜仔类的爱用久的啦，甜仔类的一般喷的两间又搁长。所以讲喷草伊上重要，就是讲要予咱较好做功课的之外，就是讲会用做肥料，尤其一个肥料，啊，甲表头袂去流失。用喷草的作用就是安尼。郭先生的脚有真侪空脆，伊讲这是喷草时捡石头拍到。虽然这是一件危险的工课，但是伊讲这是一定要的啦。适当的加温，会使让养分集中咧好的水果内。果树看起来嘛较清新。这种罗马红，这种爱夹夹掉，这种爱锯锯掉，怎我倒？你转要怎转会入？哦，啊只泡的人，啊若较油的，这用手剪。哦，这种是用手剪。啊，泡的人，大鱼啊，幼鱼啊，哦，
他房子已经进不上了。对啊，恁硬红的，这只要喂泡人，才会高生。吼、哦，像这酸甜酸甜，这嘛怎么煮？你翕一下啦。哦，这。这个红色拢爱用加加加着，哦，这炭烤红，泡人，泡人，伊生得安怎会开？哦，这长安的泡人咧断，要怎会好断？这个花大部分，咱若种超四冬的时阵，超像这种长啊呢。但是伊咱的花，咱无甲片落开，无甲雕，一般就着硬硬做一球，未通风，全叶也歹散。啊，以后要采收也歹收。咱要雕花的时阵，上重要这个，可要有四花啊五花拢同款。柳顶有分开的时阵，要顺伊的势，吼、哦，爱含花，头爱先用塑胶袋甲塑起来。缩缩淡淡的，甲慢的，啊，才开始落来雕，吼、哦，啊，台底啊，起啊，定定的，用塑胶袋拍一个角，以咱伫楼顶的形态落去雕，看这条45度，落去做雕立体型的形体，该要采收，啊，是要转药啊，各方面才会好做工课。上重要就是含头，这个头一定要绑好势，啊，无你只个雕甲扭开，然后离位就无采。所以讲雕位上重要，就是讲要啊，该楼顶会偏会开。会自然开心，以后产量才会片开才会好，啊，佫茶油啊量才会省。十几年了后，咱雕了45度，啊，到咱人爬起去要采收的时阵，才有骹路好踏。虽然看起来是简单的工课，但是对日后的管理却是有真大的帮助。一般的果农伫水果采收了后，大部分拢会选择咧园边交易。安尼做虽然较省事，但是利润少。采收不但价钱会提高，阁会使控制市场的需求。但是水果放久难免会烂，而且市场的风险嘛大。倒咧头前去倒了后，以后就是要烧的清气。清气了后，过这个清啊，过电风，经过尾站的时阵，就是要分大细粒。果子啊，伊的品管倒来有烂的啦，是讲歹的啦，拢捡掉，啊，落先急包装，然后上市到市场，迄消费者会当食到清气，啊，搁爱大粒有大粒，爱细粒有细粒的果子好食安尼。柳丁就是三期。对柳丁青啊，伫食食到差不多国历的12月底的时阵，就爱行落去采收。采收的好处就是讲会用调节产期，像各种的果子就是做加工啦。啊，这柳丁唔免，柳丁你用塑胶袋甲落起来，只要放咧通风较阴凉的所在，通过放咧2-3个月也袂要紧。上重要的就是调节这个果子啊，做一摆生出的价格会大崩盘的现象。啊，这个柑橘是真好的物件，所以讲采收上主要就是要提高伊的价格，附加的价值较悬的就对了。即马包装储藏已经普遍人接受到机械的使用，我咧用机械咧包装。哦，像我仓库遮所有的都拢用机械包的，机械包的即马目前头路啊，后头啊自动头路啊，各方面拢更加齐全。人的一生拢会面对真侪选择，是虾米原因，予郭先生选择了柑橘这个行业？农业，我是做囡仔，阮做囡仔的时阵，
阮民国1953年的时阵就种啊啦，啊我较早是咧做装潢，啊都老岁仔较老啊，啊即摆经济状况无啥通过，所以转业来做事啦。面积目前可能差不多一两家地啊，迄家大，啊家己一个人罔经营是还会得过啦。感激这两年啊，介绍平平，啊都家己一个人以工落去取胜安尼尔啦。这种产业若要请人嘛袂好啦，啊都囡仔读册的也会得过安就好啊啦，啊无做实事安尼啦，要赚侪钱无啦，较自由安尼尔啦，算敢若哦，咱爱落来做，啊无爱落了遐休困咧安尼，变做啊主要算这山区都做竹笋啦，啊甲柑橘这一少收安尼啦，啊自由安尼就好啊，哦啊都准讲一工做事人就是安无算困的就对啦，家己的工啊都忙多啊忙多。在高先生身上，咱体会到农民照顾土地的这份感情，就亲像父母在照顾咱同款。柑橘采收后，春天就到了，满园盛开的白花，每一蕊拢是农民的希望。因用心经营的成果，也需要有消费者的支持，支持咱台湾本土的水果，让咱甲农民做伙打拼，属于咱的未来。